宋仲基跟宋慧乔离婚后，宋慧乔屡次被拍到憔悴面貌，但宋仲基似乎保持得还不错，加上他最近有剧在播，官方释出最新形象海报。他在戏里一人分饰两角，从曝光的剧照中可以看到，形象神秘的这个角色留着一头波浪长发，照片中不是刻意拉开衣服，就是不穿衣服。仔细一看，他的胸肌也太结实，腹肌线条真的太夸张，侧面看更是不得了，弯弓大小的胸肌，远看像是一座小山丘。长发让好身材若隐若现，才真的叫人流口水。据说宋仲基为了这部戏勤跑健身房，他之前更透露，他跟张东健花了4个月练成这样。他形容张东健的身材能用部位来区分，最棒的就是二头肌，让粉丝敲碗，希望两大男神裸上身合照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